艾迪该起床喽，先来洗漱一下。好啦，去楼下吃早餐。今天的早餐是披萨，吃饱了，艾迪准备去上班了。坐上小汽车，出发。呜，到了，艾迪下来吧。艾迪今天要变身消防员哦。到楼上查看四周情况。还有一位消防员要开着消防小车出去巡逻。树屋这里没有情况。工地这边也很安全。糟糕，贝尔的房子着火了，要赶紧回去告诉艾迪来救火。回到消防局了，快下车吧，艾迪，贝尔的房子着火了，你快去救火吧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出发。坐上消防车，出发去救火。让艾迪站在水枪上，升起水枪，开始灭火。火被扑灭了，艾迪太棒了，可以回消防局去了。贝尔回来了，贝尔要来烤炉这里烤点面包吃，把胡萝卜放进去，可以开始烤了。再来带小马菲利普散散步吧。好了，菲利普肚子饿了，去吃东西吧。给点胡萝卜给菲利普吃。吃饱了，回来马厩休息了。贝尔也要回屋子里去吃饭了。